底是那个有没有肯丁有那个经营饭店的哦？饭店的是不是？是哪一间可以跟我们说？小肯丁睡觉中心。小肯丁睡觉中心。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没想到在这样的夜晚，他们竟然还能杀进肯丁。小肯丁度假村位于屏东县满洲乡，距离鹅銮鼻灯塔仅仅13公里而已啦。好感动哦！李董是喜欢男生坐后面的，还是女生坐后面的？有这个，我坐前面，那女生坐后面。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不敢，坐后面。等一下，我们还没问人家嘞。啊，你要去哪里？我要回度假村去。是吗？还是最后面？干嘛害羞啊？你看，李董对我们这么有情有义，你要做那种李董的事情哦。你看，VIP档耶！我来了，我来。坐上了李董的豪华大轿车，欧汉生、贾静雯出发前去充满胜利希望的小肯丁度假村去了。35分钟过后，正当罗志祥、贺宇文仍在前往桃园中立途中之时呢。他们已经抵达了小肯丁度假村啦！哇，感动你！哇来这边安排就可以了吗？对对对对，董事长，里面这个晚上有个好觉啊！谢谢谢谢谢谢，那请休息，谢谢谢谢。那给我们两个总统套房谢谢啊！我们来玩。既然是李董的贵宾，饭店服务员当然是竭尽所能，热心服务啦。上车哦，坐什么车？真的哦，哪位？真的，好。没关系啊，我们用走路就可以，不用那么讲究啦。你们能够收容我们？坐坐坐，真不客气啊。你们听过西瓜很熟被打响的声音？就像这样。哦，好大声哦，脑袋空空的。好了，不要，好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小两口的事情要解决一下。搭上饭店的游园车，两位主持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因为他们即将住进了豪华的度假小木屋。没有。静雯，怎么了？来看什么？好可爱哦！这是一种菇菌类，对不对？对，它是一种菇，叫气菇。你少来，你不要乱摸，有的会有毒哎。我的小菇。笑为例。哇！天哪，真的是出外景出了3年了，第一次出那么好。哇！哦对啊，我觉得这件还不错，我觉得这件对。好，那睡这件好了。OK。可是还有另外两个房间啊，所以我睡这间，你就随便选。好，那就是这间跟这间都可以。好，晚安，快点睡哦。好，要不是乱想。一个人睡。好恐怖！静雯，干嘛？静雯，怎样？一个人睡，好恐怖！你没有这种感觉吗？没有啊。真的假的？真的啊。可是我从你眼神能看出来，你也是很害怕。什么？两个床嘛。而且，好歹我们两个睡过那么久，我有侵犯你吗？好啦，那就一起睡吧。我这个人是对，虽然我喜欢你，但是没有经过你同意之前，我绝对不会动手。你多心了。在欧弟的恳切请求之下，贾静雯同意跟他共睡一房。一整天下来，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欧弟一直都是心事重重、若有所思的样子，因为他跟贾静雯相处的美好时光就快结束喽。不要睡了，快点啊！你先坐起来聊天，现在睡吗？真的要聊吗？随便啊。其实我不太想聊。为什么？因为我有真正的心事要跟你讲。才怪！才怪！就是
这个心思已经跨越节目的内容了。你是想真的讲的？很严肃，很严重吗？什么？没有啦。快点啦，什么啦？就是我收到订单。会太迅速了一点。先把这边完成再说。不是完成，那你这边完成，那你去当兵，我一个人呢、欸。也没办法、啊，你也不能跟我去当兵啊。那当然了。那我就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走遍天下了。啊。其实我们录这么久，有蛮多回忆的哈、哦。嗯。南向，你坐好了，我不好意思。萨克斯风，他拍那个荧光棒，还有六合夜市，还有那个拉拉山，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哎，不行，这样我会哭。真是令人感伤的时刻呀！虽说入伍当兵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但是对于感情深厚的欧汉生、贾静雯而言，那正意味着他们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喽。近半年来朝夕相处，他们共同度过了苦难挫折，共同分享了欢笑喜悦，这一切都将随着欧弟的入伍化作云烟，无留惆怅。难道天下真的没有不散的宴席？相聚真的是偶然，而分离真的是必然吗？别人跟我一组，我都觉得很奇怪。你又不喜欢我？哎呦，有时候这种事情还有人讲，我不是很奇怪。不会啦，我很快就回来。好吧。两年嘛。想到很多的回忆就会很难过。没有啊，大家一起辛苦了那么久，然后走了很多的地方啊，然后好不容易，对啊，做出很多的成绩，结果你就要去当兵，也不晓得接下来会怎么样，谁都没有人会晓得。不怕，你怕什么？没关系。不管了，反正等你回来，继续把节目做好了。曾经风雨，曾经磨难，欧弟总不轻言落泪。这一次看着贾静雯伤心的背影，他再也按耐不住了。而如此深情的眼泪，竟也无法改变他跟静雯终将分离的命运，实在是自古多情空余恨呐、啊。
再来看看流落到桃园中立火车站的罗志祥和宇婉。给你，偷偷做，都是乱投。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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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现在是中立哦，哦，谢谢，好，啊，你要回家了是不是？好，那不打扰你了，拜拜。我告诉你啦，现在已经11点多了。绝对没有火车了啦！的确，这样的时间恐怕是不会有南下的火车啦。两位主持人走到了火车站前面的公园，看看能否问到一个可以休息睡觉的地方。睡在外面那多可怜。对啊，流浪汉。外面还有一个。哎呀，穿黑色衣服。睡着了，他头嘞？看一下，哎呦，他头嘞？脚还翘在垃圾桶上，不要摔到垃圾桶里，你去看一下啦。不是的，你去看啦。为什么？你是男人啊。女孩子要发挥母爱。什么母爱？你要好好关怀人家。可是他会不会？我不会瞧不起流浪汉，可是我只怕他会身上很，就是有什么武器还是什么的。有武器早就去攻击人家了，你去关心他。曾经创下史上无人能及的跟宪兵站在一起5秒钟记录的贺宇文，这回竟然要探索公园流浪汉，这会不会太大胆了呢？睡了，睡不熟，我知道。你要不要钱，还是要到别的地方睡？没有礼貌。人家没跟你伸手要钱，你可是我没有碰过流浪汉，我没有经验啊。还是你问啊。我问。你就问他，你要关心先生，衣服整理一下。你需要什么帮忙吗？来，会不会冷？晚上要给观众朋友一个正面的那个影响。怎么有这种？要接着电话。喂，哎呦。点了啦！哦，你在哪里？拜托，你到大溪去干嘛？他要去大溪。对啊，大溪。大溪在现在中对中立这边南部一点啊。他要去。他是吗？而且怎么订好房间了？赶快问一下。哎，先生，说一下你要去哪里？我，我要去大溪。大溪。好，那我给你。你要去住房饭店吗？你怎么知道？你有偷听到我电话？没，因为我那个你的那个感，我已经感受到你。你肺活量哦，那感觉那个太大了。我们自己，那我们两个弄新的往前，跟着你走一下，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啊。我坐车，好吧。可以啊。带回去。哦，哎，曾志伟大哥。哎，知道，走。哎，曾志伟。还有外籍的。哎，对。赶快走吧。好的。哦，原来你不是流浪汉哦。原来这位黑衣男士只是在公园等人，等到睡着而已。现在他要去位于中立东南方的大溪跟女朋友会合。两位主持人搭上黑衣人的黑车，出发前往风景秀丽的大溪了。30分钟之后，一行人抵达了大溪的汽车旅馆。在这种充满浪漫遐想的地方，罗志祥和宇文会发生什么事呢？跟你女朋友。我女朋友已经在楼上等你了。啊，做派台机都姐姐后面房间了。哇，很棒哎。你们两个今晚上也要不要？我不喜欢一起。要不行啊，我只有我跟我女朋友而已。没有，我有带钱啊。我们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加油，谢谢。
大溪的这家汽车旅馆以五星级的豪华设施著称，在充满挫折的旅途当中得以在此休息，也算是老天对他们的弥补喽。哇，好漂亮哦！没睡过那么漂亮的饭店。白痴，你看我床啊你！哇，真好棒！我要洗一个很好的浴，然后就可以睡觉了。对啊，我先洗了，你不洗。哎，为什么你先洗？每次都你先洗，什么时候你先洗？我每次我都洗，我自己都没洗澡好不好？每次我都先洗，都跨了贵公。哎呦，没洗澡，操！哎呦，没换奶罩，哎呦，没换奶罩，操花生米！哎，怎么讲人家女生像奶罩？你乖，哦，怎么讲？内衣啊。什么内衣？内衣是没有，就是一般的那种内衣。我没讲那些。哎，买了，我先洗了。什么买了？我先洗，你怎么逗嘞？我今天是想先洗，我累，我想大便。他那个厕所好棒，我刚看过的 SPA， 我躺在浴缸里讲。哎，对，那你洗好，我就死了，对吧？你这躺好吗？你要大便哦。对呀，对呀。哎呦，哦。那哪？我也想洗。其实罗志祥抢着要先洗澡，是因为他要进行一项大计划。不笑了。废话，我还没洗好出来干嘛？要洗哦，要洗哦。那个浴池里面有大便在飙，大便在飙。小哥，我放我出去啊！出去啊！哎呦，放我出去啊！好啦，好。他在那边放什么？你知道吗？对。我很感谢你为我准备了。你知道吗？我喜欢你的头发，全身都香香的，那种感觉，觉得好舒服，好柔软，我希望被人抚摸的那种感觉。你可以看我一眼吗？你可以看我一眼吗？那洗澡完了，应该做什么事呢？这么细心的为我准备的玫瑰花语，我要拿什么来贡献给你呢？做事不该拿掉。对生命不敬。这不是你妈妈给你的那个。
小猪。上回在台中跟主持人吵架的蛙哥给破坏无疑了。至于罗志祥跟何玉文后来是如何度过这一夜，那就是一个谜喽。隔天的早上9点，距离鹅銮鼻只剩13公里的屏东小垦丁度假村，欧汉轩、贾静雯告别了带他们来此的度假村老板李董，坐上了游园马车，畅快舒服地饱览了小垦丁幽静的风光。你飞，喂，不好意思，我头晕了，不要再绕我了。经过昨夜一番离别前夕的深情交流之后，两位年轻男女的内心起了微妙的变化。他们格外珍惜每一分钟可以独处的时刻。耶耶耶耶耶，你看他害羞了，他就是含羞草。你看他是哦，对啊，对啊，你看耶耶耶，好害羞哦，你看你看，而且好可爱，它那一丛一丛的，你看你只要这样摸它，就整个这样。你看，它自然就是个神秘的世界，完全不知道它们到底有些什么。因为什么？真的吗？因为害羞。嗯。等一下，不要动。哇，像这种感觉蛮好的，你在干嘛？可以吗？好的，可以。我要说这样玩下去也不是个。我想我现在的耶耶一个早上。你先碰一下。耶。我要说你不要再碰我了，我要说在这边也不是个办法，我们赶快找人离开这里。其实此刻的欧弟恐怕是不想太快抵达目的地，因为那会让他提早跟贾静雯分离。但是比赛终究是比赛，无论如何还是要全力求胜。星期几离开？不是，过几天离开。对对对，全民含羞草运动。好，老人，所以你们都没有离开哦。哦，那我们再往前面走一点好了。谁要去鹅銮鼻？我们。什么时候？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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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要去啊！骗笑。哎呀，撞到玻璃了！哎，好开心，好开心！小红，小红哥，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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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
在玩呢、啊。你们现在要离开这里吗？对啊，我们参加公司的那个度假村。你们是公司的人啊？不是不是，我们是这边的游客。哦，这边的游客。对对对对对哦哦，参加他们这边安排的行程。对对对对。哎，不是，我们要了解他们这些行程下一站是哪里？啊，喂，海边吗？啊，海边？对，海边。海边吗？海边。海边。啊，等一下，像这里附近哪里有海边？嗨，有啦。你来到这里了，这附近都是海边啊。好了，干嘛那么小心的、啊？反正考不到哪里啊。你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加乐水。加乐水，好运又降临啦！加乐水位于小垦丁下方，距离目的地鹅銮鼻灯塔只有10分钟车程的8公里而已啦。欧汉生、贾静雯搭上度假村的旅游巴士，出发前去加乐水了。正当他们即将抵达之时呢，桃园大溪这边的罗志祥和宇文也起床了。起床了，计时30秒，把服装都整齐完毕，在我面前集合，预备，开始。10、9、8、7、6，你先摸完了，5、4、3、2。棉被没有折好，福利只剩一杯。仰卧举重一杯。艰苦的晨间训练之后，两位主持人来到了汽车旅馆门外，展开新一天的工作。哎，这时间是我们这趟旅程睡得最好一点。是没错啊。没错啊，问题是前面一个很好的餐厅，但是一个气氛呢被它破坏掉了，一个小蛙，好不好？三杯甜蛙，它怎么说呢？在这个演艺圈里面也是小有知名度啊，什么小有大有知名度。他说走，他为什么要跟一个男的躺在床上那么脚弄来弄去，弄来弄去？他分明是搞 gay 嘛，他这以后怎么敢在你那宣传面前做人呢？对不对？你又怎么敲通告啊？在。显然他们对于昨夜好事被破坏仍然耿耿于怀哟。哎小哥，那张那张，快试一下，不灵有用。前面一点。你讲话啦，这边干嘛啦？放电啊！放电。对，你们好，你们觉得我跟平常不太一样？你好像喝醉酒哎，啊，大概冰了一杯偌济，我怎么样？好像感觉很像那种的，我们要出去玩哦。是啊，出去玩。去哪里？那么早哎。我要带他去那个上班。上班哦。上班应该在附近的来。在附近吗？很当地远吗？很远哦。很远哦。他这个方向应该是要往南走哎，对不对？往南走哎。你要回应我一下嘛，对不对？对，对。因为地理观念啊，地理老师是天赋。因为往北往南那是地逃逸啊。真的，那先问好了，好不好？就只好先问了。早上就没什么心情啊，哈啦。哎，不是，你要问他，问你要嘛。好，请问你要去哪里？东森机场。干嘛？机场。东森机场上班。果然他们是没有什么地理概念呐、啊。机场位于桃园北方，等于是从大溪后退了24公里。罗志祥和宇文跟随这对情侣前去危机四伏，一不小心就会出国的中正机场。10分钟之后，欧汉生、贾静雯抵达了胜利成功的前哨站——屏东加乐水。拜拜拜拜拜拜！哇，走下水。野天。对。天天过。
素有海神乐园之称的加乐水，珊瑚礁砂岩地形，由于地壳变动、海浪侵蚀以及风化作用，让这里的景观别有一番风景。你看，这就是台湾，那么垃圾、那么漂亮的地方，却有塑胶，真是够了。这样不环保，破坏大自然。不能那么生气，我们要世界和平。世界和平没有错啊，那因为没有从每一个人做到什么世界和平呢？对呀、啊。生气。那岂不是？哎。哇。管得很远哦。管得很远哦。没有。而且我想抓鱼。真的吗？对。真的要抓吗？对。有没有鱼可以抓？看一下。真的吗？哎。啊？太过去了。哎，有。有吗？啊。跟你讲不要太过去了吧，好滑哦，超恐怖，等一下，我要救你一次，后面真的救我，因为那不能过，太滑了，真的好恐怖，不能太过，真的不能太过去，赶紧穿上高级，对啊对啊对啊，危险啊，有鱼啊，在那边啊，我去帮你抓，真的吗？好不好？你小心哦，我拉你哦，哇，这里有耶，那个整张很高，那个石头耶，喂，放肆！挑剔啊，挑剔啊！挑剔啊！放有我！放肆！啊！啊！放肆！我也要听懂。先放肆来了，我们比较放肆好不好？真的。哦。两位主持人在加乐水蔚蓝海岸旁边尽情地沉醉在仿佛热恋男女的甜蜜感觉当中。节目播出的此刻，欧弟已经在部队当兵受训了，看到这些画面，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滋味呀、啊、而且你跟男朋友在一起多久？不要耽误人家，人家打你了。你在讲电话吗？是啊。哦，说哪一次？拿了电话不讲电话，难道看不见？人家废话，人家就是讲。谢谢哈。先生，美女。先生，小姐。喂。问一下。夸张哦。好，请问一下，你要玩多久？不要走啊？有别的景点吗？有没有要去别的观光点？对，有，有要去别的。就走了，先离开这边，这边太腻了。反正就让喷啊喷啊喷的。是在附近的吗？这也是在附近嘛，对不对？那就走了。就走吧，小外卫。你要去哪里？港仔。哪里？港仔。港仔。难道是香港仔？我们也啊。我们也港仔啊。东莞啊，港仔啊。港仔。哎呀呀，哎。不要跟我走，我今天来地图了。港仔位于加乐水北方26公里处，算来是后退了一大步。显然老天不希望他们太早抵达目的地，太快分开吧。港仔，哎，北上，都是你啦！喂喂喂，现在北上了啦。还好了，距离才26公里而已。开这也要45分钟啊。对，那它差不多在东北的2.33的方位。好了，2.3，走吧。虽然不能马上杀进鹅銮鼻灯塔，不过听说港仔也是个不错的风景区，欧汉生贾静雯还是欣然前往了。同时之间，郭志祥和永文抵达了桃园中正机场。哎，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来到了中正机场这个台湾与世界各国的出入门口，两位主持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喜的是这里很多外国观光客，很可能一下子就能到目的地；忧的是万一找上要出国的人，那麻烦就大喽。你们要出国吗？去泰国哦，好玩好玩。对，
回宾。OK。Nice to mee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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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出国吗？哎，是啊。哎，要去哪个地方啊？出国。上海。上海啊。出国你还问？没有问一下要去哪里啊？对啊。哦，上海好地方啊。可以问。啊？梁咏琪耶。琪琪耶。嗨。琪琪。你好。来宣传哦，心脏病哦，对对对，啊，对我有看报纸啊，他要出心脏病了，真的哦。中正机场巧遇梁咏琪，两位主持人开心的跟他聊起天来了，而他的出现会让罗志祥和宇文早已绝望的旅程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哎，你今天没通告？今天没有，明天就排满了。他是你师弟吗？哦，宣传，那宣传弄得跟艺人一样啊！哎，现在宣传不得了哎，陈小春哦，对不对？三 G 哦，对，把这头弄这样，好像艺人了你。对啊，我以为他是你师弟耶。对啊，弄得比艺人还要抢。对啊，抢镜头。我们现在你现在要去哪里啊？我没有要去哪里啊。但是你们要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真的假的？真的还假的？你不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欸、可是我们当真嘞，你真的，我当真喽、哦。哎、欸，搞不好他为我们带来好运啊！他现在唱片那么红，电影也卖座。真的假的？真的真的真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你看哦，他如果陪我们走的话，他不一定带给我们好运。对呀、啊。问你看，他长得有点像妈祖啊。喂。他正慈眉善目啊。可是他会跟我们走吗？他愿意吗？他没有通告啊。建金就问他。没有通告、哦。这样帮你找看人吗？哎，琪琪，我们很震惊的问你哦，你今天没有事对不对？对。那你来台北每天做宣传很累对不对？如果陪我们走一走，绕一绕，看看风景，你肯不肯？嗯，好啊，没所谓。真的吗？可以哦。真的没通告吗？今天？真的没有啊。那可以啊。真的可以哦。对对。当真？当真。果然。好的。在罗志祥和宇文的怂恿之下，个性随和的梁咏琪同意跟两位主持人一起四处走走。梁咏琪的加入会给他们带来好运吗？嗨 ，Hello， Hello， 你们现在要出国吗？他是我们的守护天使。对啊，任文凯 ，Hello， 你问什么？任文凯。香港来的，你们还啊，红龙话好犀利嘅。你是哪里来的？香港。哦、香港来的。香港人啊。你好。你好。唔该唔该啊。你喺边度？我唔知啊，我喺边度？我第一次嚟，第一次哦。哇塞！哎、欸。啊，来台湾玩对不对？好好好。哎、欸，继续讲，继续讲。我们先过来一下，我们先过来一下。等一下，我们的那个规则就这样，等一下你就去问他说，喜不喜欢海边？海边，要不要去海边玩？灯塔，对对对，好。灯塔，好，是不是蛮远的地方？快点。加油，这样。你们要去海边吗？海边，要去海边。你们要去灯塔？对，我们真的假的？不会，那怎么样？七七不会就这样？对啦。等一下，问题。不是，那就对，因为台湾有很多灯塔，那有灯塔的话，那我们就问好了。但是我们再问仔细一点好了，好不好？对啊。好，你再问仔细。问仔细一点。那我想问你，那个地方很远吗？离这里远不远？有一段距离蛮远。它是一段是很远还是？很远。蛮远的嘛，就是说。很远。交通一个交通工具区域的。嘘，应该就是我们市。还有别的地方吗？没有啦。有灯塔。那是啊，哦。那我们就问了。好，我们就问了。请问你要去哪里？我们要去马祖。马祖啊，马祖不错啊。妈，最近假期跨就贵呀。马祖，天哪！不用我们多说，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有多远喽。马祖啊。你在开心什么？有海呀、啊！哎，你知不知
地理方位完全没有概念的梁咏琪，傻乎乎的，显然还不知道事态的严重哦。我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鹅銮鼻，不是马祖。啊！那是不要去马祖。啊！但我们不是，我们想要不要去就不要去，我们问出来我们就一定要去啊！还有什么？啊！其实不去也没关系嘛。对啊。那但是不一定，马祖也是个好地方。那怎么说，舅舅喜欢去那马祖嘛，对不对？大家去逛逛嘛，好吧？你干嘛戴起眼镜来啊？啊？这样会感觉比较斯文一点，好不好？哦，上次在台中，说要去台中，你就可以耍脾气不去。哦，现在他要去马祖，七夕要去马祖，问一个去马祖了，你就那么高兴 ？Come on， 没关系，那我们就要去马祖了。好，带你去逛逛。那我算什么？我算个屁呀！哎，不要吵。我们要去马祖了。来，我们去你们去。哎，你不要为我吵架，真的不要为我吵架，好不好？不要为我吵架，好不好？就马祖一个东西，马祖就去一下就回来了，干嘛为这种小事为我吵架呢？我很难做人，你知道吗？懂真帅，真难过。你想太多了，你。就去嘛，哎呀，哎呦，好不好？好了。对。只要能够跟大美女梁咏琪一起，就算是天边海角，罗志祥都很乐意奉陪的。全台湾只有台北松山机场有班机飞马祖，一行人来到了中正机场客运区，搭上开往松山机场的巴士，准备迎向一段不可知的未来。再来看看已经抵达屏东港仔的魔幻神贾静雯。沙漠哎，哇，好沙哦，怎么那么大？这是沙漠吗？沙漠在哪边？要你看了，我要带他吃药。港仔地区著名的九鹏大沙漠形成的原因是由于终年不停的海风，加上四季如夏的恒春半岛，陆地上的温度上升的比海水快，因而海风直接吹往陆地。在九鹏西出海口附近，海风吹干了沙，再将沙卷起，沿着河谷往内送，逐渐造成了这座绵延数公里的沙漠地形。我们看到很过瘾，刚刚车主跟我们讲说这是治疗晕车专用的，因为他的车是晕车，我说我们要晕车，然后你在那边看看美丽的风景，尖叫完就忘了要晕车了。对，也是啊，不过男生会流鼻血，想到流鼻血，想到鼻涕的事。不过呢，九鹏大沙漠吉普车冒险之旅让两位主持人感到过瘾啊，但是接下来这一项挑战可就让他们傻眼喽。在沙漠里面口好渴啊，好累哦，口又好渴，
为什么要让我们在这个热情的沙漠里面？九鹏大沙漠壮观而苍茫，两位主持人在此释放热情之后，开始寻找会去目的地鹅銮鼻灯塔的人。你们来玩吗？刚刚结束哦。好吃啊！你们吃完了，要离开了吗？要。要继续玩吗？要。哎，问一下是本地人。本地人吗？对。好，你要去哪里？嗯，附近。不要紧的啊。啊，你要去哪里啊？大武。大武在哪？大武，大武，来看一下地图啊。大武，大武，我是等下给人，我觉得大武。等一下，屏东的大武。大武好玩的。大武在哪里啊？过去那边而已。过去那边而已。那么近哦。没有啊。来，我们再找一下哈，大武。等一下。怎样？我看到那个颜色不同的地方有写的大武。有吗？我们来看，拿着。有没有？大武。台东县。